这怎么的？给我干！怕什么？给我冲！我赢了。我溜了，哎，漂亮！再见，还行吧，我把他杀了。我再来把多兰得了，我们双多兰加一个药。亏了，没亏也还行，就是三换四嘛，还可以接受。青钢影两个人头，我们一个人头，我双多蓝，他单多蓝，而且他没有传送，他居然升了，升的挺快呀。挺厉害呀，他被下当了居然啊，这居然能被下当，我是没想到的。蓝枪在干嘛？在犯罪呀，蓝枪往这边走，往这边走。哦呦，漂亮，但是被蛤蟆给吐死了。二级打不过一级，因为我们是征服者，我二级跟一级其实没啥区别，这猴他没有技能了。哎，我又打没了呢，兵太多了啊！我不跟他打了。哎，我刚才那血瓶咋没了呢？让他 A 一下，正好打个洞出来，抽一下，踹了我一脚，没关系。先扣一下 ，E 一下 ，A 一下 ，W 走平 A， 你来，可以，给个助攻就行了。先抽一下，平 A 滑溜走，吃个小饼干。那螳螂在我右边，没事。来一瓶小药，出门。我们已经三个助攻了，这要是这三个助攻人头都是我的就好了，我就又能有900块钱。亏了个小饼干，哎呀，30块钱一个小破兵无所谓了，三个兵才一个炮车，
不是三个兵啊，三个饼干才一个炮车。你这个位置兵也太多了。哎，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啊，原来一开始这个猴的假的是不打那个水晶的，你知道吧，水晶他不打，后来吧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开始打水晶了，然后再后来吧有一天又不打了。好像就昨天不知道怎么又不打了。他干啥呀，他能干啥？哎，他啥也干不了，没事，我就这么点血我都打他。现在呢，现在不到啊，现在好像又不打了，来扣一下。A E 点燃套起来 W A 接扣再转闪现吧。其实青钢影的英雄不好杀，我们转的时候吧他也能 E， 他 E 技能优先级特别高，打不断，除非你断他二段异形。收几个前排兵应该就能进塔了，没关系，平 A， A 接 Q， 接平 A， 接平 A， 一平 A， 平 A， A 接 Q， 好了。哎呦吓人呢，你敢交易吗？吃吧一 Q，你就 E 的那途中就会被我给抠下来，非得要 E 一下子，来交个大。哎呀，我操，狂风之力了！哎呀妈，这我没想到啊。守一下塔吧。狂风之力出的有点快呀，还九分钟就狂风之力了。蓝枪六个头了，把我杀了他等级就高了，你知道吗？这蓝枪抠一下 ，A 接转起来 ，W A 接抠。这波为什么没死？这波没死的原因应该是三项的那个耀光效果没触发，没打出来。
刚那波兵太多了，不让他吃。这么的吧，我们先去一趟峡谷先锋，把峡谷先打了，打完去下路吃一波塔皮。为什么中路跟上路没了？是来找我来了吗？没有啊。哎，算了，这其实这样出吧。我去吃不是中路的也行，先上路守一下啊，这还没到十级呢，九级的猴不是那么很厉害，等到个十级我们再去赶赶。打个红，打完红把中路塔皮吃了。干啥呢？这蓝枪暴击了，伤害有点高啊。我其实感觉到右边有人儿，但我没想到他能狂成这个样子，这个蓝枪小伙子确实比较的狂妄。那我只能给你来个收集者了。杀九个人。还有人跟我说那闪现祖传，我闪现干啥呀？我重置平 A 呀。我刚才跟他连对连打人呢，这有什么好闪的呢？闪的干嘛呀？刚才如果是布甲鞋，应该是能打死的。死了。没有眼儿的话，我们可以。看来不行。他们知道我来了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这说明这个位置可能有眼儿。等一下卡莎啊，先帮他把跳弹打了吧，省着一会儿弄。
直接上吧，这随时啊，直接上吧，随时我们杀蓝枪好飞。我正愁没有人飞呢，这哎呦我这勾的准呐、啊，随时一个人头都没有。这蓝枪挺烦人，俺们家有锤石，有球女，他还出个布甲鞋，挺讨厌厌。所以我决定第二件装备，我就直接就大青羽，我就直接就大青羽，大青羽黑切，再来件蟹手。你说他都清兵规则了，都野怪猎人了，还在那吃你，要点脸吧，行不行？怎么给加血了呢？讨厌！就这蓝枪吃你们一万个兵，红 buff 也得给你收了，你还帮他加血？要我，我就不给他加血。那他们打峡谷能怎么办？这一个技能都没中啊！你说我玩把猴压十五个，我才杀五个，那属于你的问题。没准你没搁这儿，我就杀十五个了。那打一波团战全打工，我能怎么办？这人是不是瞎？啊，是不是有点瞎的？我寻思我隐身时间也没有那么长啊。我给你挡一手，收集者跳弹，可以打，我马上到。留头酋长在这里，几个人吧。这大刘搁这里头呢，大刘杀刘，完了锤子让人打死了，我来个收集者刘。要一圈先杀蓝枪，而且真疼。打我都那么痛啊！
先打个小龙，我估计这维恩可能要让人干，后边有卡莎啊，没卡莎，后边有个刘，有刘没用啊，拜年，他只能顶你，没事你上去点他，我就在你后边，你就让他俩点，你就让他俩打，我就在你后边，那打龙啊。应该不用很长时间，嗯，换新的话就得激活，不用返场修他，就那个手机吗？手机没坏吗？iPad吗？手机坏了也坏过，手机就是旁边的钮不好使了嘛，他就拿过去修了，修一天就修好了。我出个死亡之舞啊，我不的，我来个九头蛇，我想出什么来着，我记得我给忘了，我来个九头蛇配个黑切，又有减虚地又有虚区，这个牛头可太有意思了。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你现在就走啊？啊。哎，你早点去吧。走呗，要直接上高地呀，嗯，这青钢影居然可以想到把我们家下路给拆了，不敢单呢。这边要干啥呀？啊？要打大龙？哎呦我的妈呀！我都惊了，你们敢打大龙，我是真是没想到啊！另外，俺们家打的也太二了，这打的什么东西呀？这是，先把他流杀了。嗯，这波一打三我觉得问题应该不算太大，先把这蓝枪杀了就行，然后再把这 ADC 杀了，那青钢影没啥虚区，不行快跑，这波他这个脚踢我们要死，来移过来，真怂啊，这都不敢往上踢，你如果不敢往上踢我要收你了，哎呦疼，走呗，回家了，来个九头蛇，最后出个黑切就行了，无尽蓝枪，晚点把这收集者换了，给他换一个死亡之舞，
省着他打我们太疼了，一枪给我枪毙了。我们打大龙啊，来打龙，来打龙，直接打对面要打团啊，打吧，蓝枪往人脸上穿，来吧，先把青苍影杀了，再过来杀卡莎，杀个牛啊！我连五杀 ，fuck you！ 他还有26秒复活，能不能给我整个五杀？你看这猴还是不打那个，不打水晶。看来这个 bug 并没有修复啊。蓝枪出来其实有机会五杀，我跟你们说，不行了，拆了得了。你看有的人吧就老急，也不知道急啥。